贺岁片天王诸葛亮率领小鬼黄鸿升、宅男女神安心亚的一票演员，宣布将带着新片大显神威，瞄准明年的暑假档上映。大显神威以民间信仰为背景，在片中饰演塞公的诸葛亮，有许多驱鬼和鬼缠斗的桥段，可说是又一部充满诸事风格的欢乐喜剧鬼片。不过在记者会上，诸葛亮语出惊人的表示，下一部片可能就是他的吸引之作。因为我下一部片，我的人生这一部片拍完。 下一步就是我的人生最后一步，可能就没有办法拍了。那个时候是不是大肠癌就发作了？这是我的命不会啦。两位主要女演员安心亚和莫允雯，一个平口爆乳妆，一个深 V 露事业线，都端出凶器抢镜，而且不止在镜头前逼美，甚至还上演一段抢男人大战。那我呢，饰演安心亚的，安心亚是我的姑姑。对，是蛮有趣的，所以他是那个，我是杨过，他是小龙女。那你有想过莫允雯的心情吗？在片中饰演美艳动人女鬼的安心亚，除了是第一次和诸葛亮交手合作拍戏之外，更要应付朱大哥不按牌理出牌的即兴表演，堪称是安心亚从影来面对的最大挑战。 因为我就是从小跟阿公阿嬷一起看朱大哥的那个节目，然后现在长大竟然可以跟朱大哥一起演戏，就觉得哇，也太不可思议，有点光宗耀祖的感觉。耶鲁新闻中心特别报道。